下这个西芹 CP 他们的反串表演会是哪一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，放围箱。殿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想我吗？我不会让你不见的。就算有一天你不见了，找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。那殿下会喜欢上其他女子吗？弱水三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OK， 这一段，来，这样我们评委们和我们第二组要表演的思义和佑硕，我们先站在舞台的一侧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舞台的中间交给两位，很贴心哈，我们这个活动方。我们是坐着的，我们是不是得坐这个地方？哦，想离大家更近一点是吗？要求的多。来，准备了两张台子。坐着我很难有那个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啊！好，来，台词卡给到两位，这是刚刚。对，这是你的。没事没事，我背出来了，记住了。那你说一个。殿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不会，你是我不会让开始了是吗？没开始，这在对台词呢。我不会让你不见的，就算有一天你不见了，找半天还是会找到你的。殿下，那以后你我不是这样说话的哟。你会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子？啊不，别的女孩子。我会喜欢上别的女孩子。对，没错啊。是不是？弱水三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来吧。好，所以你们在现场对台词也是这个氛围吗？为大家呈现了一下我们对台词的时候的状态是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韩云熙啊，不一样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 Kiba 老师准备一段音乐好不好？给到两位。现在是怎么样吗？来，正儿八经的演。我现在准备开始演了，我们等 Kiba。这个怎么样？正常有什么要求？或者是怎么样的？你需要一个椅子是吗？那个、肢体动作得还原。你确定我们现场的有准备椅子吗？准备一把椅子给他好不好？两把。我坐那边来。哎，两把，两把哈，两把椅子，那还有吗？要干嘛呀？不是坐，刚刚那个动作不是坐在那个台阶上啊？要完全还原剧情，啊、感觉哲瀚是个戏痴哈，对很多细节要求都非常的。你坐这边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是龙飞夜。哦，我左右有点不太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是这样的。等一下。叫女生嘛，就是穿裙子不是很方便。不好意思。好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音乐老师准备一段音乐，挽着我。那我觉得有点好笑，怎么办？喜剧片。哎呀，有没有矮一点的凳子？怎么了？你不满意是吗？是。那我站着。哎，你站着可以吗？站着，哎呦，正好。殿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不会让你不见的，就算有一天你不见了，找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。殿下，那如果有一天你会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子？弱水三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走。而且他问我会不会喜欢上其他女孩子。哦，我现在是男孩子对吧？哦，对，你是男孩子。哦，我是女孩子。我知道你是女孩子。两位什么星座呀，这么纠结。好 ，OK， 刚刚那段表演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结束了。来，掌声送给两位。OK， 底下每一位都是导演啊，现场还在这边改台词儿，这边正在台上说着，底下。好了 ，OK。来，怎么样？是还有一些小小的不满意是吗？对自己的表演还想更精益求精？有点小害羞。我们把舞台交给别人好吗？好 ，OK。那这样我们先请评委点评一下。
我们几位评委，然后评委大大的 show time 了，有谁想说一说，我们往中间走一点好不好？现在是怎样，要把舞台交给我了是吗？所有的主演都站在。好好点评，好好点评啊大家。来，我们往中间一点，我们刚刚两位演员也来到中间。